在江西省东部的大山脚下，一座千年古城在朝阳中苏醒。一瓢河水，一根扁担，新的一天由此开启。时间仿佛在这里凝滞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古城里的生活节奏始终如一。黎川地处赣闽交界，已有1700年的历史。古城中这条1.8公里长的老街，是当年繁华的见证者。老街旁穿城而过的黎滩河，曾是船只往来频繁的交通要道。400年前，一位特殊的客人远道而来，他就是明代旅行家、地理学家徐霞客。穿过横岗桥，沿着黎滩河继续逆流而上，他的目的是登上俊俏险要的会仙峰。当时的徐霞客已经年满50岁，但他依然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，拾级而上，在翻越4座高山后，终于到达海拔1355米高的会仙峰。登顶之时，眼前的壮丽风光让他发出“东界大山，聚出其下”的感慨。直到400年后的今天，这里风景依旧。茂密的丛林孕育了近3000种动植物，在这里繁衍生息。其中，庞大的古树群落榧树，就已在这里矗立千年之久。这棵1500多岁的榧王，求取苍劲，成为会仙峰脚下屹立不倒的地标。以花岗岩为主体的岩石，在亿万年风化的作用下形成圆润的岩体。在石缝中生长的黄山松，迎来送往着无数攀登者。告别山顶上的古寺，徐霞客一路东去。夜幕慢慢拉开，黎滩河边人们聚在一起，城内灯光璀璨，热闹依旧。河上横岗桥与新丰桥犄角相望，这一片繁华喧嚣就这样生生不息，延续千年。